来，我来碗馄饨。哎，好，您先坐着。再来瓶啤酒。我说再来瓶啤酒。我要3000块钱，我要先拿到钱。你不能去，我让你干这个，太他娘孙子！我把我东西拿着，去大厅等我。你不要找我，你的东西我拿走了。我拿你东西是不对，但当时是因为……多少钱？不用给了。到底多少钱？哥，我知道是我不好，是我对不起你。别叫我哥，我不是你哥。哥，哥，你听我说，哥，我当时真的迫不得已。哥，哥，我每天都在这儿，你想吃馄饨就过来啊。谁啊？送外卖的。是您叫的外卖吗？他娘的，老子没叫外卖！滚！有雷啊！钱，我是全公司最受尊敬的人。7天以后，我黯然离开，没有一个人挽留。那帮孙子甚至连正眼都不敢瞧我。做人失败，我已是极限呀。我跟你说这些没别的意思，其实。我最不想打电话的人就是你。只要你给我打电话，我就会帮你。所以我才不想打。到最后，我还是没扛住。你想的太多了。没错，你说的对，我也不想跟你家死磕了。反正我最惨的样你都见过，我无所谓。哎，有什么话你直接说吧。我们都同学4年了，我了解你。那我就直说，我想管你这儿借笔钱。干什么用？我想把天堂歌舞厅盘下来。以前我老在那玩，它算是陪我度过无数的快乐与痛苦。昨天我偶然经过那儿，发现它关门了。我觉得这事儿挺有意思，挺巧。在我走投无路的时候，他跟我一样关门了。我突然发现，我跟他的命运有点密切，啊，有点惺惺相惜。要多少？我也不知道。那明天来趟我公司吧。我们谈谈。我发现你变了，
经历了这么多，想不变都难呢。还记得我以前跟你说过那句话吗？我现在才是真明白，这天堂和地狱不过就是一墙之隔。秀然，哎，来了。对不起啊，这几天忙，然后你不会认我变卦了。坐。哎，喝什么？咖啡，随便啊。咖啡。没关系，老同学嘛，知道你忙。不过这两天你是连个手机都不接，我真不知道怎么回事呢。哎，我去过你办公室，够奢华的啊。说实话呢，我也确实想给自己找个应酬的地方，可是我要干就干个大的，如果能把天堂那一片全部都盘下来的话，我就干。我要干一个深圳最大的、最豪华的夜总会，到时候我出钱，你出力，歌厅建好之后，你当经理，怎么样？如果能这样，当然好，当然好。那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下面就有很多事。其他我都不管，我只要结果。好，明白了。小冉，我不知道该说什么。我觉得我还是应该多谢你，刘源。虽然咱们是老同学，现在呢，你也算是我公司的一份子。以后啊，当着外人的面还是叫我老板。是，老板。老板来了，今晚歌厅名度都到了，还从香港请了歌星。来，这边。来，这边。这个呢，就是按照你的意思设计的，是咱们这儿最豪华的包房，完全私密。啊，来，徐老板，里面请。对。